请张茂兰议员。好，主席、市长以及市府的各位同仁、本会的同仁，那么今天是市长施政报告，那么本席在这边就柯文哲市长在108年2月17号到阳明山参加这杜鹃花季，那么因为阳明山的杜鹃花长得不好，800万的预算最后面经过议会三读通过，只编了600万预算。那么我们公园处处长就跟市长讲说，这是因为一元山的预算。我请教市长，一元山的预算跟杜鹃花长得不好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市长就报了一个出口，叫做干。那么就把他讲，哎，你玩得够啊？那这个是市长这媒体都公开的这样讲出来。我是认为说，市长，你必须要为这个事情，如果你有讲，你要为这个事情，为这个粗暴的行为表示你的道歉。如果你没有讲，你要讲清楚，让做一个市长要有一个修养跟道德。议员监督起户，议员为市民尊节支出，这是他的天职，捍卫议会的尊严，捍卫议员执行以及监督市政，这本来就是议员嘛。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杜鹃花长不好讲成叫做政治操作？在市长，你是不是要讲你这个问题，来表示对许淑华议员的道歉？这是我的第一个，要希望柯市长不要讲百姓看他作弊，杜鹃花种不好就来恭喜议员的政治操作，删减预算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扣帽子跟栽赃的做法。希望市长等一下在报告之前，要针对本席所谈的话，要向许淑华议员表达致歉，因为这是你爆出口，必须要有担当跟勇气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市长已经在参加我们所谓大甲妈祖的行脚，那么那一天到镇南宫去的大部分都是要选总统的人，那么市长是不是已经也决定要选总统了？请市长你要讲清楚，因为你是前民市长，如果你要讲清楚，你要大声的讲出来，王世坚请你要打包。但我认为说，打不打包是你的本事，但是起码要讲清楚，让国人知道说，你目前所处的境地到底是要做好决定，或者是要去选总统。不要脚踏两条船啊，不要脚踏两条船，到时候失足啊，摔倒就很难看，因为赔了台北市政，又让大家对你失望。这是我想要请市长等一下在施政报告之前，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讲，我到底是有要选总统啊？不，那有大声讲得出来。今天大家都注目这点。好，接下来请洪建义议员。议长，我一个权益问题啊。柯市长已经第二届了，那我们在质询总质询上面有很多的议题跟他就教，包含公安立即危险的问题。从他上一届的最后一个会期质询他到现在，这个公安立即问题到现在还不处理啊。一定啊，这权益问题，这个不是时间，麻烦时间跳回去，我是在问我的权益问题。这嘛是赶快问啊。没，我没有问市长，我是请教议长。我请教一定未使搞跳时间啊，议长。这个物件，因到底不爱做，咱伫遮咧即阵咧讲，这有意义吗？你看，你啊继续问嘿，你看你啊在甲问，市政部、市政部哦，就在甲问。无啦，局长袂使安尼啦。我即马是甲你问权益问题，我议员的权益问题，我再请教你。你今仔这个问题，如果市长今仔日针对咱咧甲即阵咧，伊答应议会公安的问题不爱做，咱伫遮干马步啊，干马步好啊。公安也是整个市政的问题，我想。啊对啊，所以讲局长，我要来请教咱安尼变哪做？咱议员伫只告白花车吗？你看你继续问就对啊，过啊问。所以局长你无法度我答案咯。我无法度，我即马无法度，我看你来报告，什么可以讲得着？唔是我。时间来调长去啊。无啦，继续问啦，拜托个啦。市长，柯市长，伊都无要听我讲，我是要讲啥？伊在讲伊的话啊。请市长尊重议员发言。议员做甲遮无价哦。柯市长，先送你14个字啊！
勤跑外地争威风，市政到头一场空。我应该跟你讲，妈祖也有属地主义啊。我们松山的慈幼宫绕境那么久，你什么时候从头走到尾啊？半天都走不完，你跑到台中去走。我真的是觉得，如果我是松山慈幼宫的妈祖边爱人，我嘛干嘛讲？哎、欸，阿奶查阿姐，我是觉得妈祖也有属地主义啊。针对市政报告，市长，你旁边的人都不敢跟你讲真话。你旁边的彭副市长，你的市政报告书写的大大大这么多，从拳头很多全部都是旧的，台北五星。我在两年前就质询过了，你还在跟我们讲施政报告台北五星，哦，石头汤，这都是旧题。市长啊，我跟你讲，公安立即危险性，很庆幸的半年来没有贪帮，所有的专签到你那边要30几万的第一预备金来做公安的问题，代旅行的东西没有所谓的同意书的问题，结果被你被李副市长打回票。我就问您啦，啊，公安的物件，敢真是您都免烦恼吗？你写了这么多大辣辣的东西，我质询用我的总质询时间告诉你们，结果呢，30几万要不到就算了，公安你们也不处理。今天做到这边，你安怎拜妈做嘛不好，最起码立即公安你们要做，代执行、代履行，不用任何的所谓的同意书啊。法务局局长在后面也是个律师啊，我跟你谈市政，我跟你谈公安，你不谈，你可以让我妈做，我尊重你，每个人信仰我尊重，但是你答应我们议会做的，到现在做了没有？彭副市长，你高升了，李副市长，你在挡我们什么预算？什么第一备军退回来啊？敢真是物件搬歪，整个摊搬下来，你们才要处理吗？我们议员在这边监督你们，监督有用吗？你柯文哲就是作秀，然后呢，公安你们做不做？